成是那么简单的事吗？10岁开始练钢琴，10岁开始练芭蕾，进入青春期就开始节食，天天只能吃低糖无脂有机的，混蛋，没有罪恶的热量和糖分，还叫什么甜点？只有做到这一切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主，而我也以为自己准备好了，承担起作为公主的一切。声音一个人听到，两人分享会不会更好？好想要，从不经意邀请你好不好？砰砰砰啊，我的心跳专属对你发射出讯号，把你放在我的小岛，一点一点陪我到老。所以只要我家里有钱，我对你做什么你都可以不介意。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干嘛？你装什么装啊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么想做我的未婚妻，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整天说自己是小公主，不就是想让我亲你抱你这样那样吗？是你自己说的，就算我不喜欢你，你也愿意。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。林清晨，你给我听好，不管你再怎么努力，你永远都比不上于泱泱的善良跟单纯。我郑楚耀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的，要怪就怪你是林星辰，要不然你再重新投胎一次。站住！越是抗拒逃脱不了的，那才叫命运。而你郑楚耀的命运里，就只有我林星辰。我永远不会做那个被抛弃的人。说您还在外面？是啊，我还要和郑楚耀约会呢。哦，他会送我回家的。好的，小姐，您注意安全。嗯，拜拜。不管你再怎么努力，你永远都比不上于泱泱的善良跟单纯。我郑楚耀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的。哎，星辰。没关系，我会陪你坐一整天，谁都不去想。这两个孩子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累了的时候，当你的靠垫，沉默是爱情的另一种语言。关系，我反正有很多时间。其实除了你，也不能给谁消遣。装作没听见，和他的聊天，就当作世界按下静音键。只想安静守护在你的身边，哪怕
你从未看过我的脸，有些思念只能在心里面盘旋，看不看得见无关爱你的坚决。做舞伴，你的舞伴不是雷佳娜吗？我已经不理他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快答应我嘛！哎，不行，我已经确定了我的舞伴是郑楚耀。郑楚耀，你觉得他会答应你吗？由不得他答不答应。星辰，我在这学校这么久，怎么没发现这更衣室啊？当然了，这是我私人更衣室。你还真是享有特殊待遇的大小姐。那当然了，你不知道学校的维修是我们家赞助的吗？那个可怕的眼神，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呢？用你管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我觉得这更衣室的位置有点奇妙，对面不就是我们男更衣室吗？你拿这个，该不会是要偷窥吧？哎呀，没有，我就是想看我药王子今天穿什么，好跟他做搭配呀。哇塞，你追男生还真下功夫啊。好了好了，你在这儿挡着我了，快走快走，快走，赶紧走。星辰，你要快点啊！四叶学院马术课专属更衣室是耽美论坛上的另一个神秘圣地。一群八块腹肌的骑士们，还有传说中的 BL 神兽三角兽，弄不好还能看见梦溪叔叔，他可是冠军骑士哦。
反正那些男教师的身材那么好。林星辰，你在搞什么？加油，好，加油！哇！林星辰，这套衣服也太适合你了吧！不愧是我的 Crystal Queen。我还有秘密武器呢。这女人擦的怎么那么难闻的香水，给谁闻呢？不就是你吗？相信大家都已经认识，让我们大家掌声欢迎江念宇同学。各位同学，江念宇同学在高二就在西班牙获得环球马术竞赛冠军，所以我们聘请他来担任我们的马术课助教。这个四叶学院是缺老师吗？为什么到哪里都要他来辅导？不就是有个徽章吗？你也去弄一个呀，你穿上比他帅多了。他那个徽章是要比过赛得过冠军才有的，小雨还是蛮厉害的。哎，活该呀。李星辰，最后一个到还闲聊，为什么迟到？上前三步。报告，我有理由。什么理由？理由就是，教练，我跟你说，教练，林星辰同学刚才晕倒了，他好像有。我拿。生病的人就不用上课了，休息就好。来，来来来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放过你放开我！你刚才偷窥我，我都没说什么呢，你现在把我抓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我要走了。我说偷窥的似乎是另有其人吧？你这是诬陷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堂堂一个大小姐，怎么可能偷窥你们男人？不得自招！我不管，反正是你看了我，你要跟我道歉。反正。你不能上吗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穿成这样，算你江念宇有眼光。今天我这身行头在微博上已经被刷爆了。哼！戴首饰，喷香水，
这是不合格的，你不能上马。哎，你这是在针对我？因为我不想照顾一个公主病。你有病，你有病，我才没病，我才没病，我才没。江念宇，你放手！就算是我有公主病，我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在学校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有症处药，我有我的未婚夫，你少自作多情了。谁自作多情？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自作多情。反正我就是要喷着香水，美美的骑马，不用你管到底是谁自作多情？你想骑马吗？啊，想啊！萌萌，萌萌，快！你以为你是小乔啊 ？Good， 那我就把萌萌借给你骑喽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小看他，他可是名门之后。你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每次比赛都得前三名，更何况他的祖先啊曾经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快快快！可以吗？放心吧，那我就交给你了。拜拜啦！啊，拜拜。他说什么呀？他算什么美？啊，好了，走。等，别走，对不起啊。马的感觉呢，是很灵敏的，所以最好不要喷香水，也不要佩戴任何的饰品，不然马呢，很容易。受刺激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诚心的吗？嗯。对不起啊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快帮帮我呀！我。乖。听话，没事，没事。谢谢你啊，江念宇。江念宇。
我是挺感谢你带我骑马的，可是我怎么一直在这转圈啊？笨，你要好好教我呀。我想让马跑起来，倒是跑啊。驾！喂，你倒是帮我呀，江念宇。我忘了约郑楚耀了。全部都被打乱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他。不然，你在全校人面前用广播邀请他，那样不会觉得很丢脸吗？不会，如果一个女人这么有勇气的话，只要是个男人，一定都会答应的。真的？当然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周伟，你不刚刚还说是个男人就会感动吗？你这简直就是口嫌体正嘛。李星辰，你仗不仗义啊？什么我仗不仗义，我差点被你骗了。我先去处理这疯女人。那我先走了。其实要拿下郑楚耀很简单，四个字，狐假虎威。好久没有聊得这么开心了。以后呢，我们应该多一点这样的机会。可不是嘛，让两个孩子也熟悉熟悉。来，来来来，来，请大家。哦，对了。上次凯莉拿给我兜里的合作计划书，我觉得有几个问题，所以就搁置了。有问题啊？是兜里的财报，我的分析师给了我几处意见，所以啊，我叫他们给我一份详尽的报告。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老林还在的时候，我们两家一向合作愉快。经营企业嘛，不会一直是一帆风顺，你应该了解。可是，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你们两个工作狂，不要一直谈工作。你看看，两个孩子聊得多开心呢。下个周末我们学校有欢送酒会，郑楚耀，来当我的舞伴好不好？我不愿意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林星辰跟不上我的舞步，我可是要跳开场舞。那有什么跟不上的？那好，我要跳的舞很简单。Pune cabeza。没问题。你确定你要跳这个？不是吧，郑楚耀肯定也跳不下来啊。他是整个学校国标跳得最好的两个人之一啊。不是吧？不然你觉得他为什么来跳开场？可是他音乐细胞那么差。Come on，他是郑楚耀，哎，只要有运动他没有什么不会的，不然他为什么会成为男神？凭脸？凭脸就只能成为你我这样的男神，这就是我们跟叶王子之间的差距好吗？大猩猩，没觉得。完蛋了。好。
想你这两个礼拜赶快找个老师恶补一下，勉强应该还有救。其实这个城市里最有名的老师都教过我了。那就证明你的基础应该还不错啊。然后我就进了他们的黑名单了。什么的？黑名单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进了他们的黑名单。其实我在舞蹈方面的才华有一点点欠缺了。哦。Bless you。哎，你是不是跟江念宇很熟啊？江念宇，不熟。嗯。他是整个学校国标跳得最好的两个人之二。不是吧？他还真的什么都会啊。他。我虽然不是很想承认，可是如果这世界上真的会有天才的话，我觉得他是最接近的那个。嗯。怎么才能让这个冰块脸答应教我跳舞呢？又会那个的，瞧把你得意的，还长这么好看，了不起啊！看我干嘛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啊？嗯？还有，现在是你的考试时间，你还有15分钟。哎呀，我反正会及格的。江念宇，我其实想……你还有5道题。喂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人说话啊？这又不是真的考试。把题做完。你这个冰块脸！你难道想被退学吗？毫无人性。我毫无人性。我毫无人性。喂，你想干嘛？别动！我知道你迷恋我很久了，但是你别乱来，我会大喊大叫的，我会大喊大叫的。嗯，你想什么？熊骑士，你会不会跳舞啊？你教我跳舞吧。也是，你不过就是只熊而已，我也不能对你有太多期望。别说什么 Pawuna Cabeza， 你就算是会跳广播体操，你也已经是最棒的熊了。还是得求冰块脸帮忙了。星之舟儿童医院，这个冰块脸来这儿做什么？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他教我学跳舞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烦扰着我，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凄凉。
我看着湖面平平淡淡，好像还有艘小船，安安静静的，没人来打扰，这故事挺好。你掀起远方一帘。姐姐你好笨哦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做义工啊。林星辰，你来做义工？我没听错吧？怎么，我还做慈善，你不知道啊？姐姐你好笨啊。哎，你别拉我的裙子。你干什么？没事吧？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。I'm gonna be fine. You left me alone. Can I heal the wounds? 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。So what can I do? And why did you come?狐狸说，对我来说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，像其他青少年男孩一样，我不需要你，也不需要你。对我来说，The stars were shining to me away, whispering, I want you to know you're my world. Every time I'm crazy, it's because of you. If you're looking right in me. 虽然是第一次来，但是小朋友们好像更喜欢我了。哎，也是，本公主的笑容无敌，他们当然最喜欢我了。哎。不过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你吗？因为你是个不会笑的冰块脸啊！他们当然喜欢笑容甜美的公主我啦。你偷偷摸摸的跟踪我，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个吗？我其实是想让你……算了，反正孟希叔叔让你当我的家教，已经是很为难了。跟我来。喂，江念宇，你不是打算让我坐公交吧？我可是每天都有专车接送的。还有，你看外面太阳这么大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久才能美白回来？还有，我穿的是高跟鞋，很累的。我说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听到了。我的天啊！哎呀！你好，这是无人售票车，请投一元硬币。哦，这个不用找。
这不是学校吗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包包给我。哎，干嘛？你不是要学跳舞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周围那个大嘴巴跟你说了。不学算了。哎，我学，我学，我学。OK。别跟身体较劲，这是两个人的表演，你要相信你的舞伴。来，OK。虽然姿势不太美观，不过你基本的步伐已经熟悉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再巩固一下。哎，你要干嘛？脱了鞋来一次，来。不行，我会弄伤你的。只要你心无杂念，你就不会踩到我。像你刚才那样，就做得非常好。但是，心无杂念，你要相信自己，相信我。嗯。在跳探戈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不能一直盯着我，不看对方的眼神，是恨的眼神。看着我的眼神，是爱的要死无法分割，永远的靠近。Every time I train myself because of you. If you wanna be in my way, cause of me. The stars were shining to me away. Whispering, I want you to know you're my world. Every time I'm crazy.小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盼望这件事。我就在想，我要给初吻的人一定是一个超级无敌的高富帅，有浪漫的樱花，要下雪，要在美丽的银河，要像我林星辰的名字一样。哎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要有什么银河，什么樱花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大海和星空来见证我的初吻。现在可倒好，在这什么破教室，你就莫名其妙把我的初吻抢走了，而且一点感觉也没有。都说好了的甜蜜跟眩晕呢，现在江念宇，你赔得起吗？哼，不就是初吻吗？还给你。